特别注意哈，底下这个叫属性面板，那属性面板主要指的就是任何的元件它的什么外观跟它的状态都是由属性去做设定的，所以哈，这边有一个属性叫 caption。 caption 呢，如果说你今天要修改上面叫什么 user form one， 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比如说我这个改成什么叫乘积系统好了。那如果我要改成乘积系统的话，你就直接在这个地方哈，输入叫做乘积，好，按个 Enter 之后哈，它就会帮我把什么乘积系统这几个字放上去了。再来，我需要一个背景颜色，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表单，那你可以把它放大缩小，这个由你自己来决定哈。那背景颜色就叫 Background Color， 有没有？Background Color， 你把它点击，前面有一个那个小的箭头哈。点击之后的话，你可以选调色盘，那把它改成浅绿色好了 ，OK， 类似像这样。好，这样的话呢，我的外观第一个表单就做完了。接下来还要做什么呢？我们再来就是做那个这个叫做先介绍一下啦。反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叫工具箱，这个工具箱有点像，其实叫工具箱不如叫什么？叫零件箱好了，它有点像零件，零件你把它插上去，它就是一个一个零件嘛，把它拼凑在一起，它就是一个新的东西了。这感觉好像有点像堆积木哦，或者是什么，反正你做出来就是，而且每次做的也许每次长得又不太一样，每个人做的也不太一样哦。那最重要就是说如何去使用这个叫控制项，哦，或者你可以把它称为元件哦，帮你做出这些东西。那我基本上做完的画面在云端上也有了，大概就这几个哈。那我们快速的把这个做出来。首先的话怎么做？第一个哈，先做标签，特别注意哦。前面的东西是叫标签，因为它是没有作用，它主要是要告诉使用者说后面的东西要填什么哦。所以我们总共有几个栏位呢？这边有姓名，好，还有这是，所以第一个就是姓名，所以把它拉一个，大小大概这样子。啊，特别注意哈，它的字，请你先变更那个字的，叫 caption， 一样是 caption， 预设是 label one， 所以把它改成叫姓名两个字啊，所以你这个地方的话，把那个姓名两个字打上去 ，enter， 好，不过会有个问题，字太小了，怎么办呢？哈，没关系，有没有看到 font？ 这个 font 哈就是字型，那特别注意呢，旁边有个小按钮，按下去之后，把它改成大概14左右吧。好，我看按确定好了，大概这么大。那再来的话，哈，颜色需不需要变更？再把它往上拉一下啊，再稍微弄窄一点点好了。好，大概这样子哈。然后再来就是说呢，它的字的颜色，它的底色好了，字的颜色大概就会改成深绿色，底色改灰色好了哈。那怎么改？特别注意哦 ，background color， 请你改成什么？调色盘里面的浅，就大概灰色这个吧，哈，有没有？color 大概差不多就可以了，那前景颜色就是 4color， 所以你往下找会有个 4color， 把这个颜色改成深绿色的好了，比如说底下这边有个深绿色，好，大概类似这样。那底下呢还有姓名，比如说答案考核、操作考核、面试考核，那每一个长得都差不多，只差就是里面的字不一样，所以特别注意哦，请你不要浪费时间再重做很多属性的设定。做好一个之后，把它当样板往下拖拉，顺便按 Ctrl 键。这个时候会帮你多复制一个，再按 Ctrl 键，多复制一个，再按 Ctrl 键，多复制一个。好，这样就 OK 了啊。再来怎么样？把这个改成答案考核，这个改成操作考核，好，以此类推。不过可能有一种状况怎么样？你在复制的时候，它会歪歪的。所以哈，怎么样可以把它弄整齐？很简单，从上往下选取，其实只要碰到就算了。然后呢，上面有一个叫格式的东西，它有点像是 Photoshop 的哈。如果你没用到 Photoshop， 应该都知道吧？排整齐嘛，有没有 ？Photoshop 里面可以画那些东西嘛哈，然后可以什么对齐？主控项，主控项就是白色的，第一个就对了哈，左圆就是靠左对齐。有没有？再来，间距好像不太对。格式里面有没有间距？什么间距呢？垂直间距嘛。设为什么？相等。
它就排整齐了。好 ，OK， 那排整齐之后的话，再把它拉一下了，反正哈、哦，再怎么样哈、哦，你就可以把它做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看起来比较像专业做出来的。哦 ，OK， 好，那、啊、其实我说真的，做个表单应该不太花时间，反正哈、哦、SOP 就是先由外而内，由左而右，哦，所以左边的话啊，再由上到下，哦。 OK， 然后这边的话呢，文字方块拉一下，一样哈、哦。我们这个地方第一个是姓名，然后呢，大概就拉一个，看要不就跟左边一模一样大好了，而且对齐它，所以选以它为基准，格式里面对齐什么，主控项的什么上缘，对不对哈、哦？然后两个都把它设为一样大好了，调整大小，干脆。 完全相同，好，有没有啊？两个就长一模一样，双胞胎了哈。然后再怎么样往下填满，按Ctrl键。OK， 好啊。如果没有歪掉的话，就不用啊。如果有歪的话，你再选一下，然后怎么样？垂直间距，好，然后设为相等，好 ，OK， 然后再加一个什么？加一个命令按钮，把它拉一下。这个的话就是叫做。 新增 ，OK， 那一样的方式啦，哈，我想这个前这个大概颜色哈，这边的话就是改一个什么，字的部分就 caption 新增 ，OK， 然后呢背景颜色我是把它改成一样是浅绿色，那字的颜色就是 full color 是这一个，改成什么？改成深绿色 ，OK， 好啊，做完之后哈，第一阶段就完成了，你们应该做出来长的就会类似像这样子。 当然也不见得一定要硬性规定啦，你就反正差不多这样就 OK 了。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试一下。第一个就是哈，如何制作一个表单哦。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哈，额外多加一些东西哈。那这个地方主要是在你的 Excel 里面呢，就可以很方便输入一些资料了。其实也是资料库的一部分呢，因为资料库里面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可以让人家输入资料。 输入资料，那输入到哪里呢？其实我们存档的地方就是把 Excel 当资料库来使用。哦 ，OK， 因为其实以目前哈， 2007以后的版本啊，最多一个工作表最多列数可以到100多万，100多万笔。